我妈不会在跳广场舞吧？喂啊！喂。哎，公子哥。你在干嘛？刚刚到明氏酒吧。喂。什么呀？在做这啊？这是我的生日，情人男女人。你不觉得我突然跟大连会很奇怪吗？干嘛？你说吧。你的我我不是要钱，我不是要钱。喂，哎喂，你好，听得见吗？哎，听见，你是谁？我们这边有那个，有房子卖，您有吗？啊！不行，你不要这么夸张吧。